とまた一旦Nintendo Tycoon 01，这个不是 Nintendo sponsor 啦，我真的千多块了，因为我觉得好玩我才买。哇，好可爱！就是一片小小片的，然后你就放进去。哇，其实就是纸皮罢了，很贵的纸皮，千多块的纸皮。五个游戏给我们选，我们来玩第一个最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吧，推款 remote control 卡 ，OK， 哦，哇哦，哇，好吧，还有antenna，OK， 这两样。hold 住那个头，这样我知道。这个。啊，爹爹做手工东西呀。呀，我们做手工。我成功啦 ！Come on， 插进去。第一个 ，remote control 卡 ，play now。三、二、一 ，yes， 现在可以起飞啊！controller， 哦，它这个可以走啊 ！Oh my god！Yes！ 哦，哦，哇！转圈圈 ！Oh my god！ 它是靠它的那个它的 controller 的整风，它可以走。Yeah! Come to Papa! Oh my good doggy! Hello! 神奇耶！好强！这个神奇耶，还能走！哇哦！哇！你看嘛，那个是他的 camera 来的。你的手过去看，你的手过去看。OK， 我们的两位选手已经进了战场，两位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three， two， one。阿爸妈呀！哎！我不要掉下海，不要掉下海哦。来吧！哇哦！大大大大的 ！Yes！ Yes！ 一比零。哇，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换车。换车，换车车。OK。哎 ，You ready？ I'm ready。Let's go！ 第二盘。很难。Yeah！Yeah, 现在来收看这个 Nintendo Labo 的影片，很有趣的纸皮玩这些各种各样很有创意的游戏，适合小孩子，当然也适合大人呐、啊。是、yeah, ，所以我们下一集就做另外一个游戏了。现在来收看。